Run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来到每个国家呢，都要来体验一下他们的麦当劳。听说长滩岛的麦当劳超难吃，已经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他们的麦当劳真的超级难吃。那我们就来去看一下，体验一下到底有多难吃。一样哎，这是他们的手势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们的打招呼吧。那我们的麦当劳长什么样子？这样。然后泰国的好像也不太一样，泰国的是萨瓦迪卡，其实生意蛮好的，对啊，其实生意蛮好的，怎么可能难吃啊，这人这么多，来去看一下。他们来点餐了吗？他们跟那个内湖门是很像，现在都是直接自动直接在那边点，直接点餐的。我想要冰旋风。这边有冰旋风吗？不知道。他们很特别的是，他们连炸鸡套餐都有full rice，都有白饭，他们都会吃白饭的。对，来看一下，好。哎呦，有那个台湾已经绝版的圣诞，哇！好啊，等一下来一个圣诞吗？圣诞什么？哦，很多哎，我要这个。啊，这个冰旋风吗？好，多少钱？那个？ I don't know。来个冰旋风，冰旋风。一个59块，哇，才36块台币耶！来，汉堡，来看一下大麦一克多少钱啊 ？Big Mac， 大麦一克套餐25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正常的吗 ？The slush， 哦，这才是 medium price， 233，大概150左右。哦，那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。台湾148。看一下是什么？有点想要吃的，看一下它什么特别餐点好了。大麦一克，然后这是什么？比较四盎司牛肉堡。然后这是麦香鸡，都一样的，但是它有双层麦香鸡，它的种类有一些不一样。然后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台湾好像也有双层的，还有双层麦香鱼。哦，我要吃大麦克。好，大麦克。Big Mac。你要 Medium Fry。你要什么 ？Coke。Soft Drink。Medium Coke。对。哦，再来点一个，你要点一个大麦克，大麦克，那就点一个炸鸡好了。好啊，不好意思，点不一样，那就叫这个鸡腿。好啊，那我们两个冰淇淋会不会太多？还有意大利面呢。哎，对，来试一下这个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不一样。那我们也点，这是什么？不一样。哎，对对，面的分量在这里就好了，小的面就好。试试看，一定要喝可乐。他拿了一个16号，他等下会直接送过来。好酷啊！真方便，怎么那么人性化？台湾也有啊。台湾有吗？只是门市比较少，本身吃起来蛮像的，连番茄酱味道都一样。看，好吃吗？我们来吃一下他的冰旋风。对啊。他的冰旋风看起来有点瘦瘦的。台湾的比起来比较瘦一点，然后他们真的很环保，他们连汤匙都是用木头的。我觉得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吗？嗯。一样。饼干比较多嘛？嗯，有点水，比较水一点。50%像，然后它的可乐比较小杯，我们这是中杯。内容它没有副杯感，可乐喝起来一模一样，可乐才是真正的一模一样。可乐应该全世界都一样吧？可是我觉得冰旋风没有那么好吃哎，不够稠，然后有吃到那冰旋风的那个牛奶的味道，但是感觉就稀了一点点。我觉得还是不错啊，可以啊，还可以。薯条一模一样啊，薯条比较难吃，一样好吃。来这个 Big Mac， 看他们大麦克，感觉一样啊。试试看好不好吃？我看起来是酱少了一点，酱少了一点，看起来感觉蛮干的。我闻到洋葱味了。原本没有洋葱吗？有。啊，你不就爱吃？怎么样？
话你怎么？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我来试试看。差不多，没有太大差别，但是还是有一个味道是台湾没有的，对，有一点小小、一点点怪怪的味道，一点点。菜？不是不是菜，是肉发出来一个味道，是台湾没有的。这应该是统一批发的。但是因为酸菜跟那个酱的味道比较重，所以吃起来就没有酸的味道，所以肉的味道就被压得比较低一点点，所以大部分吃起来还是差不多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汉堡？这是米汉堡。米汉堡，汉堡还有米汉堡。没有，这是他们附的那个饭。哦，这就是饭。对，这就是饭。然后把它包的跟汉堡一样。对，它包的跟汉堡一样，就是饭嘞。就是崩嘞。一口饭，怎么样？麦当劳吃饭就是崩嘞，好奇怪的感觉哦。因为菲律宾人非常喜欢吃饭，连麦当劳各种套餐也都有饭，好酷哦。蛮神奇的。对。这个是酱酱意大利面，面面宝贝。哇，他们的这个套餐还有面，刚好 Cody 爱吃。意大利面面，瞧他开心的样子。然后他的炸鸡鸡腿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哎，他的辣味鸡腿感觉很像，不是他炸的蛮澎湃的，很像是我们在那个买咸酥鸡才买得到那种。虾罐。说不上来的意大利肉酱，它味道比较淡一点，味道没有之前那个意大利肉酱没那么浓。我试试看，我看起来就觉得很淡。我要好好等一下，对，很甜的意大利面肉酱味，是我高中合作社午餐会卖的那种意大利面，非常的甜，那还可以，小朋友应该很喜欢。对，因为甜甜的。然后它的炸鸡旁边还有附一个酱，不知道什么酱。用保鲜膜包住。七力酱。要试试看它的鸡腿吗？来看一下，感觉很脆。对呀、啊。很爽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 size 比较小。这个油有点黑。炸起来黑黑的，可是因为它是辣味。根据我的专业经验，这个油应该有一个礼拜。但是因为辣味，所以会比较深一点。嗯？脆吗？脆。嗯，不脆。不脆。不脆。妈妈最爱的鸡腿。好吃吗？我不要好吃，还是好吃的啊！我觉得还是好吃的，虽然跟台湾的味道都有小小的不同，可是我觉得都是好吃的。是好吃的。嗯，它的皮有点像那个薄皮嫩鸡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来试试看。而且好辣。辣。它的皮比较软一点，那味道还不错，味道可以。来加一下它的酱试试看。咖喱耶。不是咖喱啊、喔，这是咖喱饭吧？啊，有可能哦、喔。对对，这是咖喱饭，所以它不是配炸鸡的、喔。应该不是。啊，那是搅饭的，是吗？喝一口看看。一个柠檬。干杯。干杯。干杯。配饭的，配饭。如果有人知道，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可是配饭感觉很好吃哎、欸。嗯。妈妈来试一下。加酱的鸡腿怎么样？我不喜欢。不喜欢。想吃不能吃。还是吞口水。我帮 Cody 买了一个儿童餐，可以选玩具。所以现在是 Snoopy Cody。哇！要哪一个？我最喜欢这个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这个。哪一个？挑一个。这个。这个。Thank you。谢谢。哇，好棒哦，儿童餐。儿童餐我们点了一个柳橙汁，它的柳橙汁超级橘的，这是一个橘色哎，我不知道，等一下喝喝看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四块麦克鸡，看一下怎么不一样。哟、哦，不太一样哎，这个有一个看起来稍微不太一样。然后它的酱有两种酱可以选，一个是 BBQ 酱，一个是我们的那个糖醋酱。我选一个 BBQ， 因为 BBQ 酱在台湾要在那汉堡才吃得到。是吗？我觉得多一个味道，多一个味道。可是我觉得比台湾的好吃哎、欸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嗯。这么夸张，我来试一下。我觉得比台湾好。是因为酱的关系吗？我刚吃原味。蛮酥的。对，你看他们的很扎实。好吃。
好吃哎。玩具。哎，没有脸。怎么跟刚看的不一样？要自己贴。嗯，要自己贴，妈妈帮你贴。来喝喝看它流成汁，颜色真的超深的。还可以。哎，有点像橘子汁，台湾的是柳橙汁，是柳橙的味道。这边的比较甜，台湾的比较酸。他们的浓缩的柳橙汁，台湾的感觉是100%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是浓缩的。怎么样，有比较难吃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觉得差不多啦，有几个可能没有那么合胃口，然后大麦克稍微有点干。嗯，其他还不错啦，就其实味道都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，但我觉得没有很难吃。对，没有到难吃。嗯，对，如果你来到长滩岛，然后有点口味不符的话，可以吃麦当劳。对，然后可乐一模一样。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嗯，至少你有一个安全的东西可以吃。对，安全 ，clear safe。好啦，成功收集长滩岛的麦当劳之后，再去其他国家收集一下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个影片再见啦。拜拜。有一个妈咪，妙咪。拜拜。旁边有一个妙咪。对，妈咪。